이게생각요내가도와도와킹는거가당당주대도주대도주대도손이게생각어아예이주대도생각在老罗，三个，在老罗，一个班的，一个班的，有六个，三个，三个，哎哎，这是我看好看好看好，哎，对，你去看嘛，谁来？你去看。我家的，我就是我家那个母狗，就它生了三个小狗，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把它牵起来，弟弟，快跑了，把那个狗，啊，你真拿了小狗了，还把那狗去。哇，他就这么子爬个当当啊！啊，就这么爬个当当，我来喂就，我哪觉得这里生的，哪觉得这里生的，把它，带过去吧，带过去。我觉得我们家的老母狗太伟大了，它这个坑是它自己刨的，然后就把它生的三个小狗，然后就放这个坑里，因为天特别冷，然后你看现在它们都在发抖。把带过去嘛，来，要得，带过去嘛，带过这个班的，这个我们家老母狗生了三个不一样颜色的狗，还有一个母狗，还有一个这个母，这个还这个是棕色的，母狗那个，哦，这个母狗，这个就是黑狗，哦，这个应该是深棕色的，然后这个是黑色，这个是白色。哦，对，他们才出生几天？哎，他们好久出生了，昨天，他们昨天才出生，然后现在眼睛都没有睁开，他们好久才睁眼睛。一个星期啊，那些月成年。他们一般就是七天，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就会睁眼睛。把脚上拉一伸拉起来。好。这是真的烂玩意儿，你老也不管。人家一天还在抖抖。这个特别好，我疼疼了。这个狗是公的吗？母的啦？公的。你们家是公的，公的。你可以看啊。这是公的母的吗？公的，这个公的。这三个狗呢，它刚才奶奶看了一下，都是公的，都是公的狗。奶奶，我们家的母狗就只生了三个，之前看就是那个母狗，我都没有发现它怀孕了，它的肚子没有太大，就不是很明显，所以它就只生了三条。多了有5-6公斤，15公斤。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就多多关注头条号小英子和小瓶子，多多支持我。